大家好啊！早前咧就为大家介绍过半岛酒店嘅 station， 有睇过上集嘅朋友咧就知道呢一个 package 咧就包咗早餐、晚餐同埋下午茶三餐嘅。不过嗰款 package 咧去到上年嘅十月尾咧就冇再做啦。但系酒店咧近期就推出翻类近嘅 package， 名为未游半岛四重奏，顾名思义即系包咗四餐啦。价钱咧就由2800几蚊起，比上一次咧就贵咗少少啊。但就包多了一餐，不过大家就要注意翻啦，下午茶呢一次系冇得堂食嘅。咁关于我上一次嘅 station 酒店嘅房间设施啦，同埋早晚两餐咧，就喺上一集介绍过啦。咁今集咧就集中介绍翻呢个下午茶。下午茶嘅享用地点咧就系 the lobby 啦，成个环境都系比较古典优雅。時光倒流，猶如回到去殖民地時代一樣，天花板的雕刻非常精緻高雅，加上古色古香的大型吊燈，散發著一種濃烈的歐陸古典味道，再加上適量的綠花作為點綴，令到室內的空間無咁局促。坐低望一望個 menu 咧，大致上都是同平時排隊於 walk-in 食的嗰個 tea set 係一樣嘅。作為一間老牌五星級酒店，一套完整而精美的茶具是不可或缺。除了茶壶餐具用上银器，半岛下午茶所选用的瓷器亦有别于普遍酒店使用的纯白色瓷器，当中刻有一些比较简约而又有特色的花纹，仔细一点看，其实是和天花板的古铜色雕刻造型连成一线的。在众多的茶叶当中，今次就选择了一些比较 fruity 的，名为一个 flavored selection， 其中一款咧称为异国香料，当中咧就会有一啲 vanilla 啊、焦糖啊、顶香啊、玉桂啊、橙花花瓣等等，而另一款称为花香就会有热情果啦、芙蓉花啦、万寿菊花瓣等等，饮落去嘅味道咧都非常之丰富同埋富有层次感嘅。冇几耐，主角就嚟啦，传统三层高嘅下午茶 setting。再看一看，其实那三只碟都是用上同一个款式，三层架上面的各款糕点就没有一些很鲜艳夺目的装饰，或者重点是在于它的内涵。那到底是不是如我所想，一阵间试下就知道了。一个下午茶的精髓就在于它的英式松饼，虽然算不上是一些很极具难度的糕点，但是要做到突围而出就绝对考验到师傅的功架。不过当日原味就冇晒啦，所以就只得翻四个提子味嘅松饼，配搭嘅都系传统上 cottage cream 啦，同埋呢个草莓果酱。英式松饼咧贯彻翻半岛作为老牌酒店应有嘅标准，松软嘅程度咧做得唔错嘅，加上暗地里渗出一啲牛油嘅香味，松饼嘅面头咧蛋浆亦都尚算均匀，营造出些许微微嘅香脆口感。不过个人认为咧，比起文华东方的松饼出品，半岛这一款的质感上就似乎有些少松散，同埋个松饼不是很够挺身。三层架的第二层都是咸点为主的，咸点方面跟传统下午茶大致相同，都是有三款三文治。先来试下这个青瓜鸡蛋沙律三文治，先不计个味道，表层的金箔确实是为卖相添加了一些贵气，不过青瓜和鸡蛋沙律混为一团的口感就真的非常之一般。相对之下，文华东方的那个青瓜鸡蛋沙律三文治将薄滑如丝的青瓜包裹在蛋包比例平均的三文治上面，口感和味道就比较突出和丰富。然后就是这个咸脆芝士杯，香脆的车打芝士饼混入于一些香滑的芝士当中，口感就非常特别。如果你是芝士狂热者的话，这一款小食相信绝对合你的。接着下来就是这个咸牛肉芝士三文治，层次感非常丰富，
亦都是这么多款咸点当中色彩最斑斓的一件。面包的质感软熟，紧密地包住两层芝士和一层薄薄的牛肉。通常这款三文治要做到馅料饱满，而又保持得到三文治应有的层次口感，就绝对取决于每一层的厚薄程度分布。那这件作品呢，尚算是拿捏得不错的。然后就是这一款纯芝士的三文治了，没什么特别，唯独是个面包的鸡蛋味都挺浓郁的。眨下眼就吃完了一层的咸点了。简单的总结，咸点当中肉类材料就稍微少了一些，款式也都偏向简单，味道尚可。来到甜点了，同样有四种款式，三款用鲜果味道调制出来的甜点，以及一款希松粒蛋糕。首先这一款香橙味的 macaron 上面还有一层奢味的吉士味的忌廉，以及少少的杏仁碎粒。而另一款就是 Raspberry 的蛋糕，上层还有一大量的 Raspberry 味的忌廉，顶层还有少少似乎是 Raspberry 的朱古力粒。个人认为这一款的味道就有少少偏酸。至于这一款就是开心果迷你塔，开心果的味道都挺突出的，塔的皮都拆得不错，牛油味浓郁，口感都挺香脆的。压轴介绍的就当然就是比较出色的一款甜点了，希松粒蛋糕。最顶层的就是一个香脆的饼干，中间这一层正正就是整件作品的焦点所在。质感香滑而软身，味道丰富而且浓郁，吃得出有咖啡和焦糖的味道。底层的海绵蛋糕就中和了整体的甜度。吃完整个下午茶就还会有两粒朱古力送给你的。整体来讲，半岛 Staycation 的这个下午茶食物质素就尚算是不过不失。其实和不少酒店的 lounge 我觉得是和他们那个下午茶是差不多的，唯独是一个英式松饼以及希松蛋糕他就做得比较出色。服务就真的非常一般的了，基本上都不会怎样主动来加水啊、斟茶，亦不会怎样主动和客人交流，不过都绝对好过这一次 Staycation 吃早餐的地方。如果还未看过半岛 Staycation 上集的朋友，可以按翻下面的呢条 link 去欣赏翻上集的内容。最后，如果中意我条片的朋友，希望你俾翻个 like 我啦，同埋订阅翻我的频道。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